女儿患神经病，我一期诵地藏经、金刚经均无效，请问有什么方法可以救她？这个不是无效，你诵经的功夫还不够啊。这个山西小院这几片光碟可以给你做最好的参考材料啊。如果用真诚心啊，你先发个愿，我为他诵100部，这个诵的时候要用真诚心啊。那个古大德给我们讲啊，诵经的时候能够随文入观，那个效果就非常大啊。如果只是这个诵，有口无心，那效果力量就减弱了啊。这个诵的时候真正产生感恩的心啊，真正学习地藏菩萨的精神，这个力量太大了啊，才能产生效果。